水跨多少个山，漫漫长路与海，方可真正觅到心里精彩。需经多少次爱，几多的障碍赛，若是你与伴来，不知几番跌倒。今年香港的夏天就非常之热啦，不过眼前呢一班着晒泳裤的年轻人咧，并不是打算游水消暑，而去参加呢个在八月初举行的2009分龄组半奥运三项铁人赛及小铁人三项铁人锦标赛啊。今次嘅赛事系按照年龄分成唔同嘅组别，斗游水、踩单车同埋跑步。第一站嘅就系游泳赛段啦，大会根据年龄组别分开 A 组750米嘅赛程，以及 B 组250米。同以前唔同嘅系，普遍嚟讲比赛都喺岸上出发，但今次就特别啲啦，喺深水出发。佢哋顺时针咁游过中间嘅浮波，完成一圈之后再游翻上白石角码头，准备下一轮嘅单车赛程。到咗单车赛程 A 组赛事入面，所有参赛者都需要踩足20公里。游完一大轮水又要即刻踩10几公里单车，果然是铁人赛啊。其实单车赛事并不是一条直路来的，而是围绕一条3公里的固定路线绕7个圈，而 B 组赛事只需要绕3个圈，所以比较简单的。不过整个赛事上面是没有设任何水站的，所以参赛者需要自备足够的饮品，所以说事前计划一定要做足的。而完成了单车赛程之后就会到了最后的跑步路段了。今次划明是半奥运的赛程，所以所有的距离都是减半，最后一段 A 组只需要完成5公里的路段就可以结束赛事了。讲样有趣的规定给大家听，原来跑步路段入面所有参赛者一定要穿着件衫比赛的，如果遮不过个心口的话就会被罚的了。看完大人组的比赛，当然就到青年 B 组的赛事了。可能后生仔未必有大人咁好经验和体能，不过他们胜在精力旺盛，游完250米即刻就去踩9公里单车，最后要跑到 1.5 公里才完成赛事。小朋友辛苦一点是值得的，强健的体魄是自小培养的嘛。至于比赛当日的焦点就落在男女子青年精英组入面，年仅14岁的港队小将李子希就攞到男子青年精英组的冠军，他以1小时3分13秒成为了冠军，时间比起成年人仲快。而李子希仲会在8月23号勇夺咗横滨举行的世界三项小铁人三项锦标赛14岁组别的冠军。而在女子青年精英组方面，另一位香港代表林善成就以1小时7分53秒称后，他同样在世界三项小铁人三项锦标赛面拿到很好的成绩，在女子15岁组就拿到了冠军。